该吧。QK 早安，早安，早安呢，各位，早午早午安，您 Hello，今天的太阳很大，很大吗？我是觉得很亮，千变万化，Hello。嘿，我是不是？哎呀，我没有设那个开播那个，对，没有，我11点就起来了。阿当，Hello，我醒了，应该吧？坑坑，Hello，我差点讲混混，坑坑。阿米、季风亮、萱妹、兔儿、鲁江，Hello，思源，Hello，午安，差点讲晚安。亚麻路普 Van Q 小易，Hello，谢谢思源的枫叶。对啊，11点为什么你要上班是吗？袁冰瑶，Hello，早安，午早，午安。午安，小雨，Hello。这是我的新衣服，但是我不会把它拿来穿露肩，因为我不喜欢。谢谢 QK 的枫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希望每天都是星期天，无忧无虑，快乐一整年。Sorry。林妹妹、晨晨、阿西，Hello。喵喵。YouTube。优雅语，Hello，谢谢小雨的新之冠，难得少女感。什么窗帘？北哥吃福，Hello，谢谢喵喵的枫叶。还没，因为我是少女。是元太。南之梦，Hello，要给你们看我的杯杯，所以我还没用。这里还有我的姓名贴，Lisa 高明觉，可爱吧？大直爆米花，你哥西兰阿贵仔，令狐襄阳勇哥林果，南之梦，Hello，哪里有小千？刚才你拍什么窗帘？什么睡衣？听替打没有没有没有听替打，因为有改时间，所以没有听替打。就之后有机会再提吧。没有，小猪耳朵令 MJ EP Hello，对，我是 Elisa 都可以，我都念忘记了，很久没念。这是我的 baby，这是我的盘盘，可爱吧，超可爱。你看这里有我的姓名贴，因为我跟二姐一人。一组，所以我们要贴姓名贴，确定这是自己的。小时候了，小时候。晚安，午安，布林巧李晨，Hello，Let it go。啊，为什么要 Let it go？ 你觉得你比较可爱？我还以为我把它弄不见了，因为我都乱放，结果它在台中。我想说，完蛋了，我要自己去买了。好意，Hello，不是睡衣，勇哥再见，DJ One，Hello，希望每天都是星期天，无忧无虑，快乐一整年，一整年还是一整天，
杰哥喂，哎，我第一次穿这件衣服，也不是第一次啦，应该说是。试穿的时候穿的第一次，什么窗帘？是不是有这么多人发夹不见 A 边？不行，会被杀死。而且我今天是紫色的耶，你们看出来吗？看出来吗？好像看不太出来，有吧？天天唐林南洋熊 ，Hello。第一次不是，哎，这件那么好看，你们要不要看一下？这件是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们说它是睡衣，很过分呢。我只是没有把它拉下来而已。米妮，什么米妮？没有，我今天我这个我画紫色是为了郑雨薇，因为。有亮粉，有亮粉，因为没有很明显。Jack Hello， 谢谢 Hello， 直男们，难得穿粉色 ，Yes。生气会像年轻的包子，这就过分了。安鸟维，炭治郎，老沙，新鲜柠檬 ，Hello， 午安，谢谢思源的 Love。Sky 塔娃娃残月 ，Hello。对，因为光吧，那个自然光，那个电灯是白色，量产型妆容啊？什么意思？竹雨桐是吧？志祥福六水锤 ，Hello。你们看，因为熊妹送了我一个乌苏拉，超可爱。可是他那个。它本来有粘那个胶带，就是把它封起来的，然后它残胶，我不知道怎么办，它就一直很丑哎、欸，这个应该要怎么办？各位，很丑，它是唯一的败笔，真的。不是福利，福利熊，游戏 V 咯 ，Hello， 不是包租婆，年轻的包租婆，我不管，没有见面，没有见面，没有熊妹送给我，她送给我，她不是粉底，她是腮红啊，我还没有画，因为我必须要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我上之前上之后。就是他真的是有点太白什么母亲节酒精录一下真的吗我好像没有酒精等一下再找又硬 Hello Strawberry Hello 透明胶带粘几次胶纸把它粘起来可以吗就没有空好就之后有空再来我们家有酒精吗嗯我要撸它嗯我要撸它听起来奇怪你要这个好啊哪一个比较贵那个吧那个小小的耶、yeah. 不是母亲节酒精好用，幻影战士 ，Hello， 因为我本来就是像如同情 ，Hello， 酒精先不要用胶带啊，用胶带，胶带也可以，你要帮我用，好，谢谢新鲜柠檬的枫叶，我是少女。我是少女，早餐吃水果。哈哈，很搞笑。我觉得很乌苏拉，就是因为它是紫色的，
淡紫色、粉紫色。酒精会掉色，嗯，不行啊。谢谢新鲜柠檬的枫叶。他们说先用胶带黏黏看，就是那个胶残胶。他们说酒精会掉色哎。那不是酒精吗？它没那么重。它等下变白薯啦，怎么办？阿元嗨，当白妹，华华嗨，阿华华不是华华，水晶嗨，会让纸相片纸变纸。相片纸是什么？印相片纸。哦，没有，我没有要相片纸，那个应该不是吧？那个是塑胶。今天妆怎么推？今天是紫色的，可爱吗？你们之前都说我中毒了，今天变成可爱，太棒了吧！人好嗨，今天豆豆的位置跟乌苏拉字，豆豆哪里？这个吗？好像真的耶，完蛋了！哎，我这里还有啊，讨厌！现在才起床，没有，十一点就起来了。浪晨 ，Hello。我是高云爵，企鹅是企鹅 ，Hello。别人买的水果，妈妈买的水果，午餐，午餐，午餐，耶 ，Beauty， 干净干净，耶，他回来了哦，好感动，再擦一下香。开心开心，哎，还在，反正都是大姐，对啊，都是大姐。而且我买的那天，因为是熊妹买给我，我就把它这样子，然后熊妹在后面，我就帮他们合照这样，然后传给大姐，然后大姐就已读，她就点点点，你们两个是欠揍哦。MN Hello， 紫色浴巾才有四嘞，受到什么刺激？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中午直播吧，我第一次在白天直播。早安，小鸟们，早安各位。他们会说，对，他们会说中毒，我太难过。让你中毒，阿泽嗨，谢谢老沙的 love。对，我在头，不是我在腹部，忘记了。弹舌，谢谢小猪耳朵的 love。Kevin Rain 蹦蹦 ，Hello。他前几天送我的玩玩 ，Hello。三黑直播也穿很好看，哎，那个真的是我100天大概只会穿一次。黑黑色那套，嗯，就你说不会穿去练习的那套，去音乐盒那套，嗯，是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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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裤。白雪公主，嘿嘿。谢谢婉婉的石头。第一天白天直播就要去，哎，不行哦。落日一笑笑，博弈 ，Hello， 怎么变笑笑了？今天看起来很粉嫩，衣服吧。黑色又没看到全身，他不是有切镜头吗？白天比较嗨，不知道，可能刚睡醒。大家，我是少女，少女就是要吃牛奶，吃麦片，还要软掉了啊！没关系，我都吃，至少一年会穿三次，对，一年只有三次。草莓酱 ，Hello， 晚上，哎，看得到吧？还是有灯的吧？
一百天穿一次，那你自装费，对对对对，自装费非常的小。很厉害喽！这一生只穿一次，全员哈喽！才不是，这不是睡衣，他这只有上衣。谢谢林果，很适合罐罐，罐头吗？大姐怎么会？大姐不在啊。眼影颜色蛮好看，紫色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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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玄岩饮料，玄岩下午好。没有，我麦片我都可以，就是硬的软的我都可以，反正都好吃。谢谢林果，谢谢婉婉。以前小礼服，你说那个 IG 的那个吗？那个斜肩吗？我也不知道。今天直播就跟他玩，为什么？云雀新芽哈喽，橘色小礼服哈，我有橘色，你是说 TT， 你是说勇往直前吗？哎、欸，我色达过不了，我卡关了，我超弱的啦，我真的是那个怪物戳我一下我就掰了，太难了吧！我连那个神庙终极的，忘记什么，反正就是打机器人终极的我都过不了。谢谢玄阳的枫叶，感觉很难驾驭。我现在画眼睛的功力。可以说是 level 80了。先倒牛奶，先倒麦片，牛奶吧。但是我觉得没差。又新 hello， 粉红色小礼服，粉红色小礼服，我有这种东西，就戳它两下，戳手不行。低胸的橘色礼服。哦，那个不是啦，那个不行，那个真的不行，那个是打击。打死一起玩大姐不行，我过了很久。小右哈喽，等一下你过了吗？终极，摇哈喽。没有没有，那个是不可能的，放心吧各位。好的，大家要不要当少女啊？去，赶快去倒牛奶、吃麦片。马良嗨，因为那里很亮，这里也很亮，所以关一点吗？没关系吧。我刚才想说不开灯直播，我太黑了。我不知道，你不要吧，林果，你不要吧。就是，没有黑。当时你要先去泰国，不用不用，我们先从心灵开始。我怎么变老板了？才不会嘞！林狗会被挤吧？哎、欸，我还没画腮红，我要画腮红。我还特地等到我直播才画，你看它是紫色。有吧？它是紫色的。我不会画、欸，
我不会用这个，这要怎么抓？抓这个。我有化妆吗？你很乐意穿，不要啦。啊，有东西吗？有，可是看不到呢。嗯，有吗？我做不出来，今天。艾文哈喽。眼妆是紫色，桃色是底色。淤青不要淤青，有不是痘痘，苹果。我这样出门是会吓到人。不会吗？你确定吗？真的吗？真的吗？算是没有看过人画紫色的眼，真的还好。等一下再把这边打亮一点吧。吓到人吧？嗯？吓到人吗？我会被嘴耶！我会被。你去口罩戴着，谁看到了？哦，好像也是哈。穿了到时候都翘拔腿。翘拔腿，什么？浮云嗨，好像有，但不知道。谢谢婉婉的掌声鼓励，有你的目光。谢谢阿妈卢普的新之冠，超哥嗨，超哥，嗯，我们家玉超呢？玉超去上班了吗？谢谢阿六的蓝色应援棒，戴口罩蛮适合地雷装，地雷装是什么？地雷装是什么？找一下。熊熊去逛街啊！地雷。八月下旬吗？哎，没礼貌。哦，等等，对哦。猜拳呢？哎，我没有化过这种妆，这种妆感觉就是曾之宇会化的妆，是不是？为什么这叫地雷妆？眼睛很大哎！你在床上吹冷气？是雨喵都化过了，我知道，有一点过气了。有，你们之前好像有跟我讲过。但我还是不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意思。Steven， 哈喽，这个感觉，他是穿 Coca-Cola 哦，不是。晚安，奶油白酱意大利面，好想吃哦，晚安。有点想吃哦，意大利面的部分，麻油也画过，现在日本杂志好像有专门教戴口罩，真的假的？现在日本不是还有出什么透明口罩？欸，那是日本吗？重点也错在他，欸，很酷欸，我要继续我的少女早晨少女早晨，不会讲话，怎么办？哎，我刚说晚安吗？午安。橘子，都下午了。早晨，我这现在是我的早晨。我的蛋蛋在台北，在宿舍，绿色的，蓝色的就掉了，因为它坏掉。
发瑞欧 ，Hello， 要去推坑了，推我吗？小不会念，一个风带个翼怎么念？一个风带个翼怎么念？翼吧，翼吗？妮妮嗨，我是晨光中年少女。月家阿姨 ，Hello， 在台北吧，在台北，在台北，绿色的在台北。午安，午安，我刚睡着说晚安，午安。亮光？什么亮光？没礼貌。谢谢 Steven 的玫瑰。天成不好办。QK 小啰嗦，你要回去睡觉了。已经一点了，已经两点了。额头发光，额头没有发光。不要害羞。对，习惯说了晚安。据我所知，他们好像比较喜欢林杰林一。我呢？什么两光？长很阳。我不是两光，我是阳光。好吃，好吃啊！你要吃吗？那你要吃 apple 吗？我在吃呀。你有在吃吗？他在这里。我们都没有看到你插他，他的插在我这边哦。他也叫羊。谁？羊。一个风在一个容易的音。对啊。羊。小羊。学到了。就我们也是啦。两点刚好午休，午休不是12点吗？两点是午休的时间吗？好像也是哦。是要不是要看你正在睡？小茶，好想吃。你今天吃？哦，我已经在吃。这是我的午餐。这是下午茶。这是午餐。怎么念招？日招口招小招吗？Hello， 妈妈，您对于云雀不擅长运动有什么看法？他没有尽力啊。我尽力啦！没有，我真的尽力了。没有，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我没有要疯，我很傻眼，就是你知道。每个人都跟我们说不会跳，每个人都在那边练习，就是说我不会跳怎么办？结果每个都178、179了，在跟我开玩笑吗？我唯一的好伙伴只有王一家，他想睡觉，不行不行，醒醒各位！第二顿早餐，这是第一顿，我尽力了。他还有竞争套路，不是我被同组的骗欸。Hello， 风力场的各位，会不会跳啊？不会，然后都180、190，会不会跳？同组不用互相欺骗吧？太难过了吧？手上拿刀，我跑不过啊。我跑不快啊！你怎么会觉得我跑很快呢？怎么那么单纯就相信？我有什么办法？拜托，小个子，小个子比较高，好不好？跳比较高，那个折返跳超像智障，不是我鞋子太滑。云晨晨安慰，超级没有。谁骗我？我忘记了。可是
大部分人都说他不会跳，然后每个都超远。玉涛来啦，玉涛嗨，姐姐大说嗨。考试发成绩，对啊，真的是欺骗。我几单做得出事啊？他们觉得不会跳程度，那他们是怪物吧？哇！不会跳太短，不是平常卷，我觉得是啊。以吵闹吵的程度来说的话，跳绳呢？跳绳，我会跳绳吗？不会，但是我会吗？我不会花式跳绳，但是我觉得花式超帅的。我只会教他，那就不会了。可能都跟男生比。别闹！看完运动会，觉得风里草智障好多。哎、欸，只看一下他咯，我不会跳的比你烂的吧。这也太难过了吧！魏凯，午安。哎、欸，我哎、欸，那是你打的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还是他会自己改时间？智障很多，所以他们是努力组的。对，我们是努力组。我们虽然智障，但是明年康泽会好好表演。什么都不太会，运动会想谈。糖分仔哦、欸，还好吧，我的仰卧起坐还可以吧，只有那个 only 那个，对，我要去后面演一棵树，鸟儿嗨，静儿 hello， 也就那个，哎、欸，那个就很厉害的。也没有很厉害，对，嘟嘟不能输，那个真的是有点有差。我之前真的是20下就不行，27、28，我是这样讲的吗？不管，反正20几下就不行。我给他50、40，哇！凤梨草是颜值担当，还有大家都很好看啊，我觉得。牛顿第二运动定律，质量越大需要更多动力。对，美玲就算了。风云之天使 ，Hello， 我不知道他怎么来的啦，但是就这样喽。对，跳过 conversion 不能输。你在说啥？不懂啊，让我装一下嘛。小苹果 ，Hello， 还是运动会看到你在旁边贩卖部？对，我可能是那个机动组的，我不是运动员，我是机动组。Rainbow， 嗯嗯 ，Hello， 安心的觉得，哎、欸，不能刷掉最后，对啊，好残忍哦。躺都不能躺，想要旗子跟加油棒。好吃的是，好想糖粉哦，好想当个糖粉仔，糖粉仔。其实我擅长游泳，只是这次没有比，不然我就渔翁得利害啦。可是，其实我很久没有游泳，就是我那个肺活量的部分，那是肺活量吗？反正就是我很容易，我现在去游泳我会溺水，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气很不够，我会死掉，我会这样子。谢谢玉超的幸运四叶草，
风铃草的蓝色 T 好好看。Yeah！ 队友，队友带我刷根卡。耶！我现在跟大姐玩游戏，我也是躺在，因为她已经六转。哎呦！他我从他四转多的时候开始玩，然后就他一直带我，然后他现在六转多，然后我现在五转，不知道多少。안녕하세요저는에바입니다에저는이미다其实觉得擅长起餐桌。其实我是没有奇怪，很容易溺水。对啊，就是这一天有没有？我不知道啊。에바이미이미다比赛夜市套圈圈，哎，那种我实在是很少玩。但是有体育怪物，真的，真的哎。怎么办？我觉得哈，我觉得体育好难哦。体育是什么？体育是能吃吗？25米不换气吗？25米吗？25米吗？还是人吗？黄鱼捞李君汉 ，Hello， 怎么可能？体育跟国文哪个比较难？这是个好问题哎。数学直接没有观念。武则天 ，Hello， 午安。他是海豚，文林 ，Hello， 只能比射箭。哎，我想要射箭，我没有射过箭，可是我想要射箭，我觉得好酷哦。你也可以25米不换，你会不会直接在上面飘啊？就是你说你要25米不换，结果就游一游开始飘。开始飘的，那种的不算哦，那种的不算哦。Bubble Jack Hello， 因为你水。蔡玲玲 Hello， 听到你在烦恼体育跟国文哪个比较难？妈妈刚刚脸色好感伤，妈妈不想理我。这份百度头都在水面上，对啊。看看还有，哎，我也可以啊，我也可以25米不换气，好不好？那个仰式这样子，我不用换气哦。你们去体验也没有射箭哦。体验什么？去那个中间体验也没有射，没有射鹿射猪吗？没有，我没有倒马鸡。这样子，还有泡温泉，然后还差点被丢在那。因为我没有听到他们要走了，所以我就比较慢。喝点餐桌就赢了。教国文老师教体育，体育老师教国文，不行，25米都用走的也可以啊。触不他嗨。你不是跟二姐一起去的吗？没有啊，我跟宝跟。国小同学，哦，我带小朋友去，但是我那时候也是小朋友。跟二姐去那次也没有。跟二姐什么时候去了？二姐有一次跟你一起去啊，你去两次，有一次是，有过夜的，过夜吗？有。对。去两次的是跟他们，不是去过夜的是跟他们。对啊，二姐是跟二姐。嗯，你们还是化那个妆回来吧。化那个妆是二姐啊？是吗？对，二姐有去了。是吗？一个拿一个人背一个人的背包回来，手做包回来。忘记了，我只记得两天一夜的。什么比赛项目会赢？我们去争取。5秒入睡，我可能会输郑雨薇。
这不是零六 Hello， 比糖糖就是有必胜的把握。UL Chairman 刺客四季 Hello， 有什么项目啊？我们比跳远，但是不是立定跳远，有沙坑的那种。但是我应该也是后面。哎、欸，可是我觉得那种的比较简单哎、欸，对不对？那种比较好跳吧。四季飞鸿 ，Hello， 谢谢林狗的新之冠。对，就是有对，就是三，不是有三大步？三级跳。三级跳。但是我好像不是，我就是助跑跳而已。我忘记了，我那时候比什么？助跑跳，国小第四名，有奖牌的是第三名，啊，我第四名，超烂。那种比较好跳，其他人应该也比较好跳。不行。那有什么体育有什么？那我们可以一直比仰卧起坐吗？还是忍一层层？哎呀！体育课哪有？我有在上课，好不好？提当年，啊，可怜呐、啊！不然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哎、欸，我是到三点半，这是这么久，突然发现。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啊？体育项目还有什么啊？挑战帮决找到第二项擅长的运动，不然我们去溜冰好了。我有在上，滚轮胎，滚轮胎很累耶，而且我没有滚过啊。不想跟我聊天，有吗？哪有？哪有不想跟你们聊天？我刚讲的什么？溜冰，好想溜冰哦！台中有溜冰场吗？啊，台中有，但不是冰，台中是那个轮子吧？是吗？是吧？好像是，我记得印象中，台中好像没有冰。对啊，纸牌轮。哎、欸，我小时候会在我家楼下溜纸牌轮，然后我那个纸牌轮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拿别人的是吗？哦，我是拿别人，就它就有点旧旧的，然后就吵吵，我就一直扣扣扣扣扣扣，在楼下一直扣扣扣扣扣。台中新天地有纸牌轮是不是？借物赛跑是什么？给我。新天地的不是关？就本来是冰啊。新天地是哪里？新时代。哦，它本来是冰的，啊，冰的关掉了，现在开成石牌了。跟新时代不一样吗？哦，不一样吗？我不知道啊。要甜甜圈，想要想吃。超吵，超吵。然后我本来堂弟堂妹就住隔壁嘛，然后弟弟他们好像有去上课。然后弟弟是那种冰上曲棍球啊，嗯，对，他是曲棍球的选手，就是他们有去上课，那跟纸牌轮有什么关系？哦，反正他们也有纸牌轮，然后就是新的那种纸牌轮啊。然后我就哦，是吗？不是冰上的吗？曲棍球是冰上的，哦，反正我就因为他的就。很对，我就去抢，我就去抢弟弟的纸牌轮，因为他的很安静，因为我的鞋太吵了，我自己都觉得很吵，我就去抢弟弟的，因为冰的场地很难维护，就是就是很，而且我觉得有点人没有很多，蛮偏少的吧。Hello， 午安，午安，耶、yeah! ，
夜什么我也不知道。好像猪嘛，大橘，叫大橘干嘛？吃乌马？为什么要忽然转回来？因为没有讲过五安。去比抢玩具吧，抢姐姐的紫外轮，又抢大姐的 Switch。不然我们来用宠物决斗吧，我要派出我的臭臭龟。一中，一中有乌马，一中有乌马，中有，我没有看过，为什么我没看过？它是新的吗？开一段时间，那为什么没有看过？哦，你回来也没去过，是吗？忘记了，你都回来只去一中，又没有去中游。嗯，龟龟还活着，它现在这样子哦。哦，不止，这样子，这样子啦。不，哦，不止，这样子，在那里，我可以带你们去看。对，它超臭的，不然你要把它扛过来哦。它，哦，都有后面。嗯，莫里斯嗨，看不到，看不到。你看它是平的，很困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平的，因为它可以推，是不是？好像可以哦，下次再推。哎，它怕没了，我也要推它，但是它也有点平，真的长寿，对不对？它活很久哎，过得很爽。谢阳雄的星之冠，星之冠不是又变成什么什么礼物？活动礼物是不是指定礼物？我不知道。妈妈把它当成你的养，它超胖的，哎，胖极。而且它的浴缸，它不是它浴缸，它的。他的乌龟缸一直在进化。谢阳雄，结束了，尴尬，气，什么、啊？没礼貌，胖鸡。在座的各位都是没有啦。星梦学院，英子是什么？妈妈把它当对对，我要切下来，我等一下传给大姐。大姐你完蛋，再见了。Hello， 我发现这个时间是不是蛮多人都在睡觉的？是吗？我的朋友们，但好像也没有，好像又还好哦。我的朋友们都在呢，哎呦，都在吗？有几个不在啊，像是杨小倩之类的，我是赖西西之类的，但是他一直说我不是他朋友，我很难过。星梦计划，星梦对岸手册，可以换特效，嗯哼，跟大姐的爱才不会被你挑拨，不不不不不，你们没有爱。这次比较难得，没有难得，这次比较难得。叉叉 L， 请下离歌。对，大姐是这样子。去宜兰玩没吃好料吗？我们吃那间。立泽的他们为我们准备的东西，他们煮的咖喱蛮好吃的，反正我们只去他们那边吃，但是我不知道，哎，你们有要去吗？你们要去逛逛吗？我觉得那边还不错玩哦。
你们可以合同帮一波哦，自己点进去看。好的，嘉宏 ，Hello， 干嘛潜水？什么潜水？谁潜水？你潜水？只有我回家？哈，只有我回家？没有啊，没有吧？战士 Ming Hello， 对，室友那边。但是我的 IG 不知道为什么标不到那个地点，但是 Google 上面有那个地点，但是 IG 上面没有那个地点，所以我没有标到。那边不够玩一天吧？嗯，是挺小的，确实。多贴一些图，我的图就是都是那个小地方，因为我去宜兰，那其实是。算我们学校的一个户外教学，然后我们就去那边这样子。那只龟多少？你说那只龟吗？在洗澡的那只吗？传艺？为什么怕我去传艺？我已经去过了，其实。娃娃？啊？什么龟？风 ，Hello， 我去过传艺啦，我放过照片啦，只是我没有啦，可那个其实是开学的时候去的耶，我只是现在才放而已呀，我放过啦传艺的照片，只是我好像只有放两张，是不是？看一下。在哪里？我只放了两张，三张，一张是这个，一张是这个。欸，我没有暑休哦，我没有暑休哦。美酒嗨，四五一零四零一 ，Hello， 渔翁得利 ，Hello， 什么睡脸龟？一张是这个，这个都是传艺的。然后就没有了吧？为什么怕我去传艺？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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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去那个叫什么？我忘记这里叫什么了。这个是这里是这里是哪里？欠多少招？什么龟？平安 ，Hello。室友感情不好，他前几天生日你也没表示一下。我本来就很少在送东西，几乎是没有。封闭式老街，东西没啥。嗯，西兰嗨，关心。我忘记这里叫什么了，这里叫。忘了，套在手上哦。他，我记得350吗？好像吧，它很贵耶。发炎很渣。什么发言？不贵吗？我觉得很贵。因为白天直播应该吧？啊？那不贵吗？阿当说的，小晴直播说他努力蹭的，我哪有？它很大哎，它哦，它哦，这个有点困扰。你这么大只，我会很困扰哎。哎嘿嘿，很重。大家好，我是乌龟。他家已经比我的脸大。刚好你的脸，
嗨，很甜。哎、欸，你什么意思？他比你脸还大。他走掉哎、欸，什么意思？嗨，他脖子好长，咦，好恶心哦！你好长哦，洋葱价值观坏掉。OK。他比你的脸。两块三毛五 ，Hello。父亲节的食材才不是，你们好残忍哦！哎、欸，你要被煮掉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的粉丝在计划把你杀掉吗？啊！感觉可以跟宝宝家的比，可是宝宝家的他养在阳台，是不是？院子。院子，反正就是一个小小院子。在那边爬，可是我家的是养在这里。这里，嘿，你耳朵的洞嘞？好的啦。这里弹的是什么？他自己做伤的。飞机。沉默的是谁？好，沉默。他是啥？他就是龟。他好重，你好重哦，歹头。歹龙，你很重哎、欸！是水箱很重的。没有，是它很重。你很重，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知道吗？讲话。嘿，嘿，嘿。它就是肥，它就是比你的脸还大。哦，好臭啊！哈哈哈哈哈！这是它的味道。伊恩哈喽，他在扭屁股。哎、欸，你真的很重哎、欸！比你的脸还大，你看。咦、你好棒哦！好棒哦！他讲话，我真的是会直接把他丢出去。我在鱼缸里，我在鱼缸里。谢谢腮红的枫叶。请问他这样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喜欢啊。是吗？嗯、可是不是说乌龟的壳是很敏感的？但上面不是神经吗？对啊。这样真的是喜欢吗？嗯。他就直接站起来耶。起鸡皮疙瘩，这样吗？这样他是痒还是喜欢？你是喜欢吗？看你想要跑走哎、欸！谢谢飞鸿的枫叶、帅气领带，还有许愿瓶。以后去龙宫，哎、欸，对啊，去龙宫就靠你喽，你不可以走哦。然后他就直接游走。谢谢四季的许愿瓶。很棒。你就把它装另外一个啊，装回去原本的啊。他家一直在进化，他家都要比我家大了。谢谢素葡萄的许愿瓶。我的妈在，我是他主人，原主人。他换几次家了？一开始从那边带来只是一个塑胶袋。哎、欸，不对哦，他一开始刚见到我们的时候是就是那种大的，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大的蓝色的壳，就是很大。什么东西？他刚见到我们的时候的家。刚见到你的时候就不是你们自己挖的地吗？哦，对嘿。地，然后那个壳，然后塑胶袋，临时的家，临时的家，然后饲养甲虫，不是，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就是村子的那个饲养箱，
那四角箱不是 Mina 带回去吗？对啊，他带了一个，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在哪。然后回来这边，一个白色的，有点像洗菜的东西。什么洗菜？不是吗？那就是养龟的，白色那个箱子啊，白色的那个哎。哦哦，那个。他还很小的时候。哦，那个免洗锅。对，免洗锅。他还做过免洗锅，买汤的那个外面那个免洗锅。若纳森 ，Hello， 超懒，精明 ，Hello。换了四个免洗锅，然后那个蓝盖子透明箱，里面本来还有一棵树，可是他会踩那个树出来，所以那个树就拔掉了。然后他现在这个。他换了六个家，你俩的还有一只活着不是吗？死掉了，都死掉了，都死掉了吧？村子出来的兄弟，你俩的跑得快，死掉了，死掉了，他很早就死掉了不是吗？他那里两只呢，有一只刚回去就死掉了不是吗？对啊，一只，然后就死掉了，长到快把长大了不是吗？我不知道，秦琼哈喽。他一开始在锅上心情感复杂，他不知道啊。原本真的是食材，没有平底锅，平底锅他会跑出来，他会自己越狱。这个也可以吗？快的，你没看，他在长那就可以爬出来。那怎么办？还在想，他应该就长这样而已吧，再大一点点而已。再大一点点就出来了，加盖啦，就把它加盖子了，不然。好可怜哦。弹跳甲鱼锅，炖汤又脆，不是平底锅是糖锅。你们不要一直计划把它杀掉，跟我姐很像哎，我姐一直在计划把猫咪杀掉，很可怕哎。她那时候因为她的朋友要。回家是吗？然后他们家不能带猫咪，然后姐姐就带来台中。她也跟我说，因为她还没有跟爸爸妈妈讲，她就说等一下上车吼，就先把她的声带拔掉，啊，回家要拿去房间再把它装回去，超过分。炖汤，那要住压力锅，会出事。龟苓膏，龟苓膏像乌龟做的吗？不是吧？龟壳。是吗？真的是哦。小怪怪 ，Hello， person， Hello， 真的，中勋 ，Hello， 龟鹿二仙胶，龟鹿二仙胶是什么？要沟通吧，但是没有啦。啊，龟苓膏啊，龟苓膏很多人在吃吗？啊，不要啦。乌龟那么可爱，一然 Hello， 谢谢游戏 B 肉的枫叶，养你干嘛？你自己出去工作。龟壳熬成膏状，可是我好像有吃过哎，可是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仙草冻还比较好吃，我觉得龟苓膏有点硬，我不知道哎，我没吃过。它就是有比较硬的果冻，不喜欢。长颈鹿宝贝 ，Hello， 你可以养大姐，不行的是，金出彩。他是一直计划怎么把猫咪杀掉，他超可怕的。开玩笑。好像猫咪的主人都会计划把猫咪杀掉。然后不然就是什么，会说他已经长大了，可以出去工作了之类的。依依 ，Hello， 是不是饿了？没有，我刚吃完我的少女早晨套餐，硬要少女。
二姐狗牌没有啊，他是猫牌的。他很爱他的猫，好吧，他很爱他，只是他是很喜欢，很喜欢把他猫咪杀掉。没杀，没杀，没有死，活得好好的，好吗？他很健康。天都教育我的猫长大要学会自己去附近的竹林挖竹笋，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只是姐姐是叫她自己的猫出去工作，她已经满周岁了，出去工作这样子。你家没有吗？不行啊，没有，我还没有长大。我不睡。贾鲁特加羊 ，Hello， 大黑喷子，这个水果，这个 apple 很 juicy 哦。船长阿巴，小月，好久不见，嗨。我家养很多东西吗？没有啊，没有啊，鱼跟龟而已啊。对啊，猫是在台北的，猫是姐姐朋友家的。午安，杨雄想吃苹果吗？养我干嘛呢？对啊，养我两三只啊。谢谢新鲜柠檬的枫叶。养了，不是还有虾子吗？还是都被吃掉了？没有，有虾，有虾，都被吃掉。没有啦。妈妈 ，Hello。可是虾子都刚生出来就被吃掉了。龟现在多大了？你说它的年纪吗？三年了，没有，2017啊，2017的4月，7、8、9、10，三年啦，三年了，你很老了，他是不是可以活得比我久？没有，哦，没有吗？这种的没有吗？嗯。我以为它可以活很久哎，对啊，还有虾子。苹果现在凌晨四点，什么意思？它已经这么大只，乌龟跟我的脸一样大。Google Hello， 不会念 Hello， 阿西龟应该没吧？嗯，好吧。你这么久了，对啊，那么久了，三年还逃不出去也是很可怜的。他逃了三年，有了，他有成功过，只是马上就会被抓回去。2018啦，2018三月啦。2018。嗯，2018三月。2年3年是啊。嗯，2018三月。2年。2018八月嘛，他一个礼拜不到你就忘记苹果，不是因为我真的很难过，就是他真的是只有要看阿潘。OK， 2年半。祖祖 ，Hello， 晚安，不，午安，才能讲晚安，有点太顺口。二界族为什么是二界族？晚安，没有晚安，是午安。我先记住了。滴滴姐，嗯？要从龟蛋里，龟蛋里我怎么会知道啊？而且三月啊，蛋呢、欸？蛋呢、欸？哦
不知道，因为你们买的时候他才刚出生。对啊，买的时候他已经这样子了。他才刚出生啊。哦，刚出生这么大是吗？没有那么大，十元硬币而已。这样子啊？没有、啊。没有那么小啊，这么大，这么大。没那么大、啊。有。它是我养的哎、欸。手心才这样而已。就这样、啊。哎，少啰嗦啦！不要一直戳我。三年没有三年了。加成武汉哦。你们才要二周年而已嘛。没有见识过。两年半了。啊，不。对啊，两年半。亲爱的 ，Hello。多你们二周年半年。什么东西呢？乌龟。这很大吗？这样子，一点点。小小只的。他现在已经这样子，很可怕哎、欸！岁月的摧残，这是这样讲吗？岁嗯，时光飞逝，比你的脸就好了、啊，比你的脸大一点。很可爱，他现在很大哎、欸，他现在不可爱了。弟弟中的黑人代表，嗯，真的假的？哦、嗯。Oh,弟弟中的成员代表。对啊。弟弟王，自己说弟弟王，有没有比我有点大？差不多吧。你怎么又把他抓来？他现在看起来很可怜的。为什么他不挣扎了？抓背面他就不会挣扎。为什么我抓他的时候他一直抓我？你看呐。你把他反过来，他就不会抓你。把你翻过来。对啊。哈哈哈！哎，会痛哎、欸。不会。会痛嘞、欸。嗯。他不想给你摸。不会啊，他喜欢摸头。看，你看他的眼睛，舒服。大家好，弟弟公主。嗯。很痛。不可以哦。嗯，很痛，它的爪子真的很利，它的爪子真的很利。没有没有，勇哥你也是弟弟。祖祖是喜欢动物吗？对啊，很。用的它很胖哎、欸。要看，就是喜欢部分，可爱的喜欢，不可爱的就先算了。连林一都嫌弃他，主播也被林一嫌弃过啊、哦？真的吗？像人豪这种的，可能就是不会喜欢的。我用酒精片擦。酒精擦这个有用吗？擦。哇，好吧。好，很少。后面乌龟图案 ，OK， 哎、欸，为什么你有乌龟图案？好酷哦！哎、欸，很酷哎、欸！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啊？小青已经输给祖祖了。会呼吸的肉算动物？可不可以想当动物啊？不知道谁想被指名林一素颜直播？谁想指名林一素颜直播？为什么要指名素颜直播呢？太残忍了吧！还想乱指名啊？你可以一起 together。你也不知道是谁？没有没有，我是说你的名字后面那只乌龟很可爱，希望你不要误会。
眉毛，应该会吧。李承恩，可爱。人豪，好啦，人豪也是蛮可爱的，真的说的话，我记得，然后很安静，偏的安静。嗯，没有画，因为他的眉笔是一个超级浅，也没有到超级浅，就是浅色，他买的是浅色的，你安静。什么？有，有欸，很多欸，都是勾勾，满满的勾勾。哇，还好啦，还好啦。当然你很安静，可是我觉得你旁边的，花生糖更安静，你还会讲话。梦 ，Hello， Vivian，Hello， 我跟你们说，我最近的叫，没事，对啊，你不知道就是其他人闹的，只是差不多，It's okay， 我最近的叫大家奇怪的名字。但是我也没有很常叫，像是张法法就是安博，因为啊，谢谢林果果果，安德奇，趁机抽红包 ，OK 的，有点洗一洗不健康，为什么？大橘草都说谢谢家人的玫瑰，对，我好像忘记用了，现实，好，等一下再说，先拍板，太多了，谢谢渔翁得利的玫瑰，抖音很难发100次，太多。谢谢阿当的许愿瓶，100则要怎么放啊？我真的觉得放100则现实的人都很厉害耶，是狂拍猛拍吗？1分钟发一个这样子，太多。你们要不要试试看？就是发100则。海晴迷嗨了，这边学钱真的。然后我看到那种，我都是。我有在发，只是比较少。呀。8月底前100折，你说现实吗？什么啦？太多。李晨，你根本就没有在看我的 IG， 你还敢说？你比较喜欢看熊山美玲？对啊，姐姐先崩溃，姐姐辛苦好不好，各位？你一个嗨，然后西西也会每张都看，哎，没有，你们知道西西一结束那个一周挑战就狂发猛发，然后我看手机哈，我就是这样子，基本上我打开它的就是这样子，没有要看的啦，
紫苏拜拜，希望你开静音，一天一百怎样？谢谢尼哥的帅气领带，拜拜。不要有太多文字，审核很快速。哎，我文字已经很少了。人好什么？出镜。对对，有我才会停下来，或者是有我的名字我才会停下来，就是不小心撇到这样子。为什么是奢望？拜一。哎，你都是照片，你都是我们的照片，你都是我们的照片。天，哎，你又来了，按到了，嗨，哎呀，忘记给我，没关系啊，没关系，鼻子痒，谢谢竹的玫瑰，拜拜，谢谢，谢谢竹的。再值得看好你哟，午安。没有火箭。Jimmy 午安，很好啊，很好啊，有活力，有活力，很棒。我的手好臭哦。不是，是用酒精消毒过。所以臭啊。酒精的味道。对啊。酒精香香的，怎么穿？酒精啊，香香。酒精吸多了，不是会怎样吗？谁叫你吸酒精？就有些味道啊，厉害喽！你要去睡了，晚安。我要去洗手了。那我要去洗手了。啊，好远哦！赶赶快去。好远。嘿，希望我的直播不要被关掉。无糖拜拜，这五天都在六发装子弹，为什么？臭臭手才不是。双叶哈喽，你为什么要跟猪猪一起走了？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要开播了吗？那为什么？酒精喷多了，手皮肤也不好。对，不是说帮我们包装口罩的人，就是每一个都要再重新喷一次，你肯定辛苦。没电了，充电呐！啊，李晨辛苦啦！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已经装完了吗？还是你的体标已经前阵子有点超标？照胶，这是什么？就是每年还要回去胶照，胶照，胶照，胶胶照啊？胶照是什么？是每个人都会的吗？就几岁以前还要回去，每年还要回去胶照。就训练一下，不然辛苦，不然真的要打仗的时候怎么办？哎，这代表你还年轻哎。对啊，这很好吧？不是每个人啊，年轻的都会吗？不一定。不一定。嗯。运气哦，用抽的是不是？用抽的哇，李承恩，你很幸运哦。非常幸运哦，你可以去签一下乐透了，我觉得。男子汉。对，男子汉，大丈夫。跟年纪无关，退伍八年内哦，八年内，嗯，你很幸运哦。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对啊，退伍八年内啊，所以还是很年轻啊。对啊，除非你三十，除非你四十岁才退伍，四十五十五十六五九十。运气不是用在这里，
哎、欸，很幸运呢、欸，可以签乐透，可以签乐透了，真的。去洗手啦。对啊，都没中签过，嘉阳就飞啦！哎、欸，他们都不听我，你们是不是合同帮？太难过了，我要走了。哼。我们背叛了。照了镜子，我才发现我很好看哎、欸！哎、欸，我很好看，我很好看。嗨，新加坡也有，但是要做满十年，好久。有一个一等士官长是41岁，也被叫招。叫招浪费时间，打乱作息。怎么会打乱作息？那个不是有固定的吗？但没很累，理性合同吗？不不不不，你们不理性。都很好看。香香，跟你退伍时间，有的人是军官士官很晚退伍，啊，好晚哦。辛苦了，官长、长官们、官长。教招是退伍了还要回去继续当兵，这样。对啊，不是连身裙，它是衣服，它是一件衣服。然后我下面很随意的是一件短裤，这种位置我讲错了。海芹哈喽，茄子哈喽，你是茄子。教招里面有一个艺人，有一个艺人是谁？你好，你好，初次见面，你好，你好。啊！正比。哎，为什么是哎？嗯，好快，中啊，才不是睡衣嘞，勇哥，你真的是皮在痒咯，唔烫啊。さよならだけだった。这是什么？好像很好听耶。 I know you mail 那种的。我没有日文输入法，找一下。为什么没有日文？为什么没有日文？Super 131是什么？真好接偶像。离开，离开，离开，怎么好像有听过？还是我自己幻想？有听过，应该是这样。他们，我没有这么说的。日本語。
是这样子，这样子很困扰。我不会用这个东西，明晶小白兔 ，Hello， 离开。哦，我想说，我为什么听过？原来是离开啊，走出去那个离开，是吗？所以我就是离开啊，难怪这么对不起，先道歉。すみません。林依晨 ，Hello， 对不起啦，但是真的是那个离开啊。谢谢新鲜柠檬的眼睛夜障症。我没有，那我的速度，这中文真的少啰嗦。输入法，输入，请问输入法要在哪边找？不知道这有没有他粉丝？对不起，对不起，离开的粉丝们，对不起，广大的粉丝们，对不起。谢谢林依晨的枫叶，我真的没有鼠标，我真的欧趴，好不好？我真的不用，我趴，好不好？语言其他键盘与输入设定有啊，可是我的键盘不是这个哎，请问那个要怎么？你要找什么？我要啊、哦，我有了 ，You may all。あの夢を、あの夢をなぞんで。啊，不是，是广告。是不是有塞？没有，没有。好像很好听哎，对啊，300万我还不直接毕业，好不好？我直接跟校长要那个毕业证书。300万我直接上大学，大学一起毕业，好不好？够吗？够吧。老师直接跟我一起毕业。吃鸡 solo 赛，这个到底是什么？上研究所也可以。啊，我真是直接人生，不是人生，学生毕业，讲错了，人生还没有要毕业。
拥抱。嗯。是不是 ？YOASOBI 的歌都还不错听。二人的未来，梦远远远啊，我是你的。我讲错，我是学生，我讲错了。不会念，什么什么卡，完蛋了。よろしか。よろしか。我知道这首，哎，我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宣告春天》很好听。国家出镜。有阿托比的歌是已经出版的哦。EP 亚麻路帕喽。我喜欢《宣告春天》。它是开口爱唱系列。新歌思想饭，ここには誰もいないから。谢谢林果，都好好听。思想饭，用中文唱。思想起，思想起。哇！你回去出来就玩这么一次，你也开心是吗？我要播吗？我要播吗 ？Hello， 这么皮一次你也开心了。我没有听过，应该啦。
好的，你在外面，我按到了，我按到了。这是新歌。宅宅，你看你傻啰嗦，你赶快，赶快回家。花，hello， 阿米 ，hello。認められたい。杨小千要断勾勾了，谁赶快把他抠来？我的臂膀断很久了。快叫林哥来，他的勾勾要没了。啊，他的勾勾已经没了。怎么听到那种声音？哪有露露的声音？怀念小千的哥哥，快点把他吵醒！他是不是在睡觉？快点把他吵醒！对，我需要 call out， 但是我不能 call out 他，所以你们要 call out 他。快点啊！快点叫他来！我今天难得穿这样。嗯？还有谁？玉超有来，但是玉超挂着而已。宁狗不是出国了？对啊，宁狗算了，宁狗都看阿潘。阿六。不见了，切记也不见了。冯一流还看赵法法直播，打给钱找小钱，他、啊、为什么？啊？还有林果婆婆，婆婆婆婆在挂机，婆婆你在干什么？婆婆在看别人的直播啦。婆婆你不要再开枪了，赶快回来。婆婆你不要再挂机了，回来。准备哦，对哈、哦，你在吃饭，好的，多吃一点，反正你已经叉叉 L 了，什么意思？你在西门町吃饭，你要睡了，晚安喽。我要唱，那我要唱歌喽，吵死你！哎，扣二手三美玲干嘛啦？他应该在睡觉，我觉得。不对，已经这么晚了，我不知道。六号出口口字下灯、嗯，这首很伤心。啊！
一定还在睡觉。他跳的 MV 很可爱。不能呢。但是很奇怪，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哎，这个。难过哎、ちゃんと言って。对呀、啊，歌手们开始戴面具了，好不好？这首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だから音楽をやめた。だから。之前就有放过啦，谢谢玉涛的花枝精粹，还有幸运四叶草。このまま行こう。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哒哒哒哒啦啦哒哒哒哒哒。いつく雪の中で確かな熱を帯びたデミオハロー燃えを焼いて燃えた燃えた急ぎの日さあ天の駆け鼻子好痒。对啊，我接星座，星座。口渴了，不知道怎么念星座。我手会凹了，好可怕、啊。
喜欢会凹的，就感觉很奇怪。太久没唱了。那么什么？苏佩太有。晚安。对啊。人生もどうでもいいよ。我要说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我没有麦克风，麦克风。然后呢，我有一天呢，我鼓起勇气找了二姐，我跟她说 ：“baby， 我想要 play 你的麦克风。”然后她就说：“我不要啊。”她直接拒绝我，我超难过的。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直接录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听成什么？哦，你说那个麦克风吗？才不会，那是爸爸给我的。第二个开头，这就是这样子，就是那首啊，就是我在想我要不要直接。我曾经还想过，我要不要直接在直播上录，超懒，超懒。但是我有尝试着录过了。但超难听，所以我删掉了。就是在录，吵外面不是吵家里，都吵，都可以吵，好不好？爸爸既然都已经给我，那就是到处都可以吵的意思咯。谢谢爸爸。那叫神机，对。我想要找一个很厉害的版本。隔壁邻居，不行啦！这个好像不错哦。是钢琴伴奏。家里光一个笑声就看得不错。Hello， 午安。怎么说？
Hello， 午安。我当然是唱慢歌，我不会是唱这首啊，不可能，好不好？这是什么？平手。嗯？好，骗我，我以为他唱。你们是房间睡啊？这里又不舒服。嗯，好，也可以啊。认真啊，认真，认真，认真，超认真。可以在迷你看之前发出来，这个我不确定，因为我想要听宣告春天。Hiru 哦，还是 Hiru 吗？不是 Hiru， 春天是什么？夏至，还有春天是什么？哈鲁，哈鲁，春天是什么？那是什么？诺基拉斯，但是几代也不用破，我就是要让他破费，我就是要让他破费。太子贤，哎，One take， 不，春天是什么？春，思恩春，打动了。哈鲁哦，不会搞，哈鲁哦，哈鲁哦，一小时半。あんたら人間を。哈鲁哦，哈鲁哈哈给鲁，哦不是哈鲁，欢迎回来，哦不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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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干嘛？超坏，你回来干啥呢？嗯，哎我的眉毛真的很淡，因为那个光这样子下来。没有的你。ここには誰もいないから、ここには誰もいないから。Hello， 我要，我要，我要夜にかける、かけます、かけかけ。はい、ダン、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去猜拳了？刚才？哦，还没有。那为什么你们一起进来？啊，你们是不是这么早吗？四点吧。在家。又没有小三美丽。你要干什么？不是看起来很淡吗？就是要这样才看得到我的。有灯就不见了。ここには誰もいないか。
吵啰嗦，眉毛真的很难呢，眉毛怎么画？不知道，精神上去猜拳，有陈诗雅是吧？今天没有吗？哦，今天是七七，跟安安，跟议员吗？跟梦泉，跟你，玲玲，跟没了，还没四个。哇，可是右边这才正常的长度，还是九边？感觉是九边哦，因为我右边的眉头比较会这样子。谢谢新天你们的放月。しずむはように溶けてゆくように。要采撷。忘记了。聞いてください。夜にかける。シーズン。啊！对对，陈思雅。二人だけの空が広がる夜に。我是不是唱错了？さよならだけだった。その一言で全てが分かった。日が沈み出した空と君の姿。全部少しに重なってた。初めて会った日から僕の心の全てを奪った。どこか儚い空気をまとう君は寂しい目をしてたんだ。いつだってチクタクと鳴る世界で何度だってさ触れる心ない言葉うるさい声に涙がこぼれそうでもありきたりな喜びきっと二人なら見つけられる騒がしい日々に笑えない君に思いつく限り眩しい明日を明けない夜に落ちてゆく前に僕の手を掴んでほら忘れてしまいたくて閉じ込めた日々も抱きしめたぬくもりで溶かすから怖くないよいつの日だろう他是不是唱错了自己唱错咪咪哈喽躺着播爽勇哥为什么是伯爵为什么你说说看呢、浪花消费 1.88M 都在周家瑜那那你现在那边是不是凌晨5点4点5点早安勇哥不可以单推没看到狗狗吃もう嫌だって疲れだよだってがむしゃらに差し伸べた僕の手を振り払う君もう嫌だって疲れだよなんで僕も言いたいんだアホロマがチクタクと鳴る世界で何度だってさ君のために用意した言葉終わりにしたがなぜだ後面有声对啊半夜三点不是四点我以为四点呢半夜三点看什么直播去睡觉还在做奇怪的事我做什么做什么事君の笑顔に溶けてく誘う沈むように
唱歌还会抱棉被，抱棉被还不错吧？抱棉被是因为冷啊。体内的滴滴血与精神在沸腾。哈哈。離さないでよ。二人今夜に駆け出してく。我要唱快的，我要唱快的，我要作死。有点太快。行くように。二人だけの空が広がる夜に。好快，好快。雅琪 ，Hello。雅琪丁星。滴滴不是这样，是我太可爱。切切我。さよだけだったその一言で全てが分かった。東澄み出した空と君の姿、フェンス越しに重なってた。初めて会った日から僕の心の全てを奪った。どこか儚い空気をまとう君は寂しい目をしてたんだ。いつだってチクタクと鳴り下がって、なんでだってさ君来ないから。もう唱出来再次寂しい目をしてたんだ。いつだってチクタクと鳴る世界で、何度だってさ触れる心ない言葉はうるさい。恋に涙がこぼれそうでも、ありきたりな喜び、きっと二人なら見つけられる。さあおかしい日々に笑えない、君に思いつく限り眩しい明日を、明けない夜に落ちてゆく前に僕の手を掴んで、ほら忘れてしまいたくて閉じ込めた日々に、ぬくもりで溶かすから怖くないよ、いつの日が昇るまで二人でいよう。看着云觉得说一定会做美梦，不会，我太吵了，我会太吵。焦糖咖啡好，这是几倍？我不知道哎，但这是原版。嫌いだ、恋するような。嫌いだ。信じてたいけど信じれないこと、そんなことしたってきっと隣にいてるわ。全然どうするでくらい、それでもきっといつかきっと僕らはきっと分かり合えるさ、信じてるよ。手がむしゃらに差し揉めた僕の手を振り払う君も、言うたって疲れだよ、なんで本当は僕言いたいんだ。俺まだチクタクと泣く世界で、なんでだってさ君のために用意した言葉、ふんだらな終わりにしないかなってさ。是啊，他是原版，他是原版。悲しい日々に笑えなくなっていた。目に映る君は綺麗だ。明けない夜にこぼれた涙を、君の笑顔に溶けてく。変わらない日々に会いたいた僕も。ブルーニューハロー。是不是在猜拳？大家不要再猜拳了，赶快来我的直播。忘れてしまいたくて閉じ込めた日々も、日々。大家觉得不要再猜拳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吵了？还没好吗？什么东西还没好吗？是不是上不去？不对，不对。哦，你没去。叫人放弃现场猜拳，跟我猜拳。剪刀石头布，好难呐、啊，太难了！耶、yeah ，我赢了。
谢谢林国，集中力撑不住，没错，我也是，没有关系，我们就 free。一拳定胜负，剪刀石头布，都不要猜真的合照，为什么？为什么？傻眼！哦，是啊，是下班时间，但是我不想关，我就任性，没有啦，等一下吧。负责，知道吗？负责哦，责哦。然后52分，然后51分，我赢了，我不能开到明天。不要纠正你，你已经不行了。今天不是你出动的，哎，杨小千嘞，杨小千，我要关播喽。杨小千再不来，他的勾勾真的要没有了。我们都80-90的，对啊，那你怎么会打折呢？没办法，就要负责啊。然后阿哲就是阿哲。立哲国际偶戏艺术村，让它断吧。好嘞，对，这是妈妈的新手机，带大家参观一下。充电中67% ，open， 这是没有上锁的。勇者送到的钱，他没有钱，他太穷。为什么你有爱一起？我想说你有账号就可以看苹果了，可以看吗？企鹅。鸭子，超级可爱哦，苹果苹果，对，没有没有，有啦有啦，在这边，一秒，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哎，好可爱哦，我是什么？我是八。欢迎熊妹白，走了。你看到吗？心灵受创被纠正过，没事啊，我也被纠正了好多次，没关系，一两次不是问题，很多次才是问题。对，嘉阳眼睛很厉耶，眼睛好哦。谢谢不绿流的花枝精粹，不绿流，你怎么会存这种照片啊？怎么会存这种照片啊？傻眼。不想负责，所以打负责，不行不行，错的太离谱，超啰嗦，不然还要拿手机查，也是的。你那个比飞鸟还早哎，什么东西？你那口在豆里，在脸上比飞鸟还早。
谁啊？我天哪！欸，我好可爱，茶颜我很可爱欸，这太不像我了吧？嗨，哦哦，这很不像我欸。没有关系，很可爱。不是打嗝，就是在试训。白光眼镜也太久了。哦，这个也太久了吧 ！Oh my god！生写照门欸，还有我的海波浪，我的大海，欸，我的脸呢？海浪滔滔我不怕，欸，我这个真的是很好看，我这张真的很好看，一开始的公司照，可是他换掉，而且这是斜刘海，星星你怎么没有看我斜刘海？他为什么看李佳丽的斜刘海，不看我的斜刘海？说说看，太过分了。好的，什么照都有哎，后来谁说的？好像是小千是不是？我也忘记了。重温可爱，重温我的可爱处，有一点难咯。干嘛？猫咪。噔噔噔噔噔。什么？你们居然有去拍照？他有这种时候啊，这个就去年的那个巨蛋啊，忘记了哎，去年巨蛋很漂亮，那个是佳丽啊，真的，妈妈你好，哦他是哇哦，啊我要下班了，我还摔到你的手机。心脏暴击，没有没有，心脏暴击已经不复存在了，你想太多了。妈妈是栗子推，不是。谢谢思源的枫叶。S A 是什么 ？A 是什么 ？S 是什么 ？S 啊，这只吗？这只啊，这只是 A 三 B。
A 三，哎，很漂亮哎、欸，它是 Rainbow， 哦，它是 Rainbow， 嗯，很酷哎、欸，看照片，媒体浏览器。为什么？我的天哪！好久哦！都没有看过。哦、我的头发好长、哦，我头发好长，好恶心哦。几岁的照片？是十三吗？好恶心哦，好长哦，好酷哦，好卷，黄狮子，黄狮子啊！不要，没有了。不行了，不是涂了死亡芭比粉。嗯，嗯，我涂了死亡芭比粉，怎么会这样？哦，我好可爱。我好可爱、啊！你有那个丽卡握手会穿的、那個？对啊，我丽卡握手会那件，只是我有点太丑了，我不想给你们看我的脸。它是哪一件啊？这个。我太丑了，我不想给你们看。Yes， 这是 The Hey 历史，这样这样这样。刚刚好，刚刚好，啊，好年轻哦！我好可爱哦，我的天哪，我怎么可以抱得住？那个没有调过，那个原唱，好可爱。我好黑哦，可是我好可爱，哎、欸，我很可爱，对对，法法，哎、欸，对，法法的颜色，我这么黑啊、哦？啊，我现在是怎样？我现在是怎么了？我是春节前，我每天跟蜂蜜牛奶乱摆的。那我现在，嗯，我那时候怎么会这么黑啊？很可爱耶、欸。很帅耶！等一下，这个我哦，哎，我太帅了吧，啥耶？现在是看不到了。哎，我好，嗯，好帅哦！什么黄鸭音？那是俄罗斯套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但是一首歌的近一点。子晴 ，Hello， 哇哇！人好。我是帅的那个，我自己心动了，等一下，怎么这样？哪一个？对啊，嗯，个人的那比较好看吧。我自己心动了，不要累。
Hello， 没有没有，有吗？没有吧？没有吧？你没有看过我成为一个帅哥的过程吗？要看新闻，再见再见，先再见。那个，等一下，我哦，脸很臭哎，嗯，先不要看表情了，好不好？表情先算了。哦，等一下，我真的是很帅，我要把它遮起来。哎，这张很帅哎，男扮女装，哎，我真的很帅哎，可是这张不是拍我，这张拍两个人，嗯，不帅，你们看不到了。君がいるからどんな夢も。我那时候，很瘦哦，不要不要不要跟宿舍住了，这不太行啊，比较矮吗？嗯，很瘦哦，认不太出来。扮女装做什么？哎哎。哎，这个头发，哦，这个，头发很棒哎！而且这是我自己的头发哦，太长了吧，好恶心哦，太好，好恶心，好长，哦！我怎么会留这么长啊？没有，这秃子再短一点，有修。正面，等一下，正面我要看一下，有点好看。気がしてるよ。你怎么没有这个的？我看一下，我记得我这边有，但是我要找一阵子，因为我这边的图片很多。看一下哈，我也不知道我要从哪边开始找。你都没有分类。对啊。这动物很好看呢，这么可爱，肯定是男的。我很好看呢，我怎么会这么好看呢？救命啊！我吗？对，那个洗头，每次洗头我都很痛苦，尤其是吹头发，吹头发比较痛苦，洗头还好，洗头就把发尾抓起来搓一搓就好。
这个。哦，有啊。这个安本放太久，我不知道。这么可爱，林果你才不可爱。还有这个。You are so cute. 你现在这么讲讲。真的要找很久耶。头发剪短了发量会不会不会少啰嗦不会少啰嗦。在哪里啊？我忘记在哪里，还是在这里。忘记了的。君がいるかどんな夢を見るような気がしてるよ。君がいるから諦めない。不知道什么马桶。嗯，我有那时候的照片吗？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那时候的照片。给龟龟看一下他惭愧，你不要这么残忍啦。下雨就有点大。对呀、啊、时光飞逝，你怎么就胖了的感觉。这个两个，可是是不是没有绑头发？嗯，这有绑。有啊，绑在后面啊，后面就是后刚刚后面那个，就是没有拍到后面这样子。嗯，长得像我吧？对，他就是我，不好意思。哎，我真哇，我真的是哇，我的小时候这在干嘛？不要再说肤色了，闭嘴。哎，我很好看，我很好看。不要再说肤色，我跟旁边那个人差不多，好吧？然后这是丽卡的那套，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超可怕！你不是有点白都看不见我了？好，没关系，那就这样子喽。我很好看，你看，我很好看，我很好，我等一下。我很好看啊！这不行啦！我很好看，我好帅啊！呜！我怎么呜？虽然这个妆真的是有点花掉了。这张晒很多次，这张晒很多次吗？我很好看呢，怎么会这样？嗯，这是，哇，是我吗？我的妈耶！
我没有去泰国。你怎么有那么帅的姐姐？我好帅呀、啊！哇！嗯，果然是男的。别闹！哎，我很，哎，我很，哇！哇！哇哇！哎，我很好，我很好看的哦。那么长的头发怎么塞的？就是要把它把整个盘起来，就是你们打开，我就会感受到天堂的存在。完全没有解释到，就是辫子，绑辫子，然后把它绕在头上，然后我的头就很大颗。现在不是假发，现在是真的发。天哪，我很好看，我很好看，勇哥。对，就是那种感觉，虽然不是真的。对，傻眼，我那个，这个刘海是在干嘛？哇，我好好看哦！我是，天哪！哎、欸，我这个头发有绑哎、欸，你看，你们有看到吗？你们有看到吗？那个头发，哦，我好可，我好瘦哦！你有看见我的腿吗？是我吗？啊不。林口差也咯，差太咯，少啰嗦啦。在思阳那边做的公费开的，不用不用不用，谢谢。欸，我很，欸，我很，对，该惭愧说，我是这么瘦的吗？我那时候是不是过得不太好？哎、欸，我很瘦哎、欸，为什么？还是角度问题？我好惭愧了，大家辛苦了。哎、欸，我以前很会画画哎，突然发现。多可爱，多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这是我，好可爱！谁敢回答？回答的都给我去面壁，去撞墙。东方图是叉叉 L， 所以身为女生不用，我不用，我不用，好不好？我不用。天哪！我好八加九哦，不是八加九，我好 Yankee 哦。哎 ，Yankee 真的是从小开始养成。你看 ，Yankee。从小开始养成，那是因为要 cosplay 好不好？很长，很长，很长，太长了吧？好秃！哎，没注意到，我秃头了，秃头从小养成，哈哈。
不良校花，没有到校花，但是就是真的，欸，我很好看呢，我怎么那么好看？讨厌，讨厌呐！然后这是一剪，当刚剪头发，剪头发剪在这，然后还那么长，好长。那时候的妆都是妈咪画的，妈咪跟大姐，大部分是妈咪。哇！关于你不知道的云爵，我的妈呀！哇咦，一朵哇，哒哒哒哒哒哒哒，玛纳哟，我很可爱耶，你不知道云雀。没了。我念排行。先回猜还是随便？哦，我要先回猜。The 黑历史都可以啦，都可是就很可很可爱。我要回猜，怎么这么多？谢谢富平富富富林果真的是别闹了。舍舍富安。哦，谢谢布里牛，谢谢林林狗狗狗狗狗狗，耶！对啊，你绝不知道，你绝对不知道。No 九咩咩，我要。你那跟那个相片比，高了，高了八公分。还蛮少的吧，高了吧，还蛮少的吧，不会看了。第十名，我按到了。第十名是，哎呦喂，玉超，谢谢玉超。你们不可以去猜拳。第九名是阿当，谢谢阿当，当两天狗。第八名是婉婉，谢谢婉婉。第七名是尼哥，谢谢尼哥。尼哥的存在感今天是零耶，他就进来，默默的。第六名是不入流，谢谢不入流。干嘛？第五名是令狗，谢谢令狗。自主放假不行。第四名是四季，谢谢四季。第三名是飞猴，谢谢飞猴。第二名是树葡萄，谢谢树葡萄。第一名是婆婆，谢谢婆婆。对，耶、yeah ！看一下 QK 在哪 ，QK 在第25名，两块。谢谢大家。明天几点？明天也是一点半是吗？明天一点半呢、哦，要起床啊！叫杨小千也要起床啊！猜拳猜起来。
他会不会今天睡醒，然后看一下直播表，然后发现我已经播完了，这样子？没办法，一次 OK。大家赶快去猜拳，一拳定胜负，剪刀石头布哦，拜拜。摇钢筋。拜拜，摇 Hello， 摇拜拜。他刚刚有进来吧？有吗？我记得有哦，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拜拜。